你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对。其实这个在臂神经丛是错的。你为什么会跌倒？地上很滑啊，你在那边跌倒，你再站起来，你再滑倒一次。哦。白木哦，啊，这嘛是赶快的，因为内含有很多的啊胶质吼，啊这对咱的身体。这不是说是血管的清道夫，那也跟咱骨头关系。啊，当然就是讲，这含有钙质的这吼，那气势啊是黑芝麻。黑芝麻，对了。对对，你来讲呢，中医你讲就讲肾主骨，啊这得补肾嘛，补心呐，吼，补油剂。